就是我们在上林做一栋基建房，现代风格。我们的作品当中有很多都是用这种水泥砖做，这种水泥砖的造价比红砖相对低的很多。这个墙内墙的砌得很平整，很饱满。这栋的二楼是三房一厅一卫，这个客厅很大气，这个客厅，这个客厅有40多个平方，两个推拉门出阳台。